声音怎么这么大？射射射射射！阿威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听到自己的声音了，所以我看怎么样，应该是有我的声音没有错。好，今天来玩《暮光世界》这款，我看已经很多人跑过了，我放在最后面，是不是因为快过气了呢？恭喜恭喜，快过气了。开来玩一下，我是说我快过气了，我不说这个游戏快过气了，做不错啊，画面挺好的。罗瑞尔，找本大人有什么事啊？很二六啊，这款游戏啊。哼，不过脸的建模也很二六啊，天啊，怎么有点像彩华姐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，看起来有点像彩华姐。限时活动啊，累计登录一天。现在领他的东西就是特效做真好 ，FPS 至少要30哎，真屌啊！成长基金，购买成长基金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钱，问穷。奶会不会咬啊？好像不会，也是钢铁神乳。来领宝。粉丝团活动全服好康啊！全服好康，活动奖励发放啊！实况组福利，给实况组辅助，好好辅啊！哎，升级，谢谢大家，我42等了，啊，好爽！特惠大礼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钱。好，6级开放，大幅提升战力。恭喜您，您现在可以学。好，感谢。请选择炼金学习按钮。好。可以学会炼金学习按钮。炼金学习按钮就可以学会。等一下，我要等他等级跳完啊，不然我现在不能操作。不好意思啊。嗨，强化得死，还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让我操作，干，就那个瞬间，让他跑，已开放宠物出战功能，获得了这长角大仙，获得了第一个战宠，第一战宠，干，我有女武神玛格丽特啊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放袭击守护者？战宠进化也是提升实力的重要手段，是啊。好，我一定要照着他按呢，很小气耶。正义宝夹，好，谢谢正义宝夹，立即使用。哎 ，Sega Game， 把 Sega 传讯息给我。18级了，战宠技能啊。可是，总而言之，我们战宠有技能了，随便他吧。悬赏任务，他特惠大礼包一直跳在这边，有点事做。师徒，来找个导师吧，我要拜师，以发送拜师连接到世界频道。哦，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拜师，是不是？真好。有看到了，射，我是初初。哦，开放神器。我已经出了，邀请您加入工会，哇，人好好哦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查看，不好意思啊，点亮星星啊，查看加入工会，好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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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已选中 Disney 一呢，每日必做积分啊，嗨嗨嗨嗨，
嗨嗨嗨嗨嗨，二十七集开放斗技场，二十八集开放副本深渊难度双天赋啊，二十九了战宠魂器，战宠魂器听起来怎么这么的 double make 快？解锁圣灵，真的是圣灵哎，看都看不懂。点选人物按钮，嗨，圣灵，嗨，未拥有，合成，合成我就拥有了。排位赛啊，啊，这个什么装备洗练，哎。解锁翅膀，您拥有了一对翅膀。好，突破。第一次失败没关系，干你个靠北！你为什么第一次不让我成功了？三十五级开放结婚，嘿嘿嘿嘿。哇，有记得当年玩《牧场物语》跟人家结婚，爽的跟什么一样。后来才发现其实没什么效果。哦，干！吼吼吼吼！大家好。看到时装了没？跟飞头蛮一样，所谓的时装就是一个飞头蛮跟两把枪，我吓死了。啊，四十级附魔，传说本，传说本是什么？好了，终于四十级了，四十二级了，我终于他妈可以操作了，立即穿上。获得坐骑，提前解锁坐骑功能。哎呦，有坐骑哦，帅哦！够期待啊！冰霜舞者看起来蛮武的，我来抢，我现在穿一下我的装备好不好？厂商送的，不穿白不穿。哎，谢谢大哥啊，谢大哥。还有什么转职？哎，我可以转职哎，我连第一个关卡都还没打，我就可以转职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能点的点一点好了。进化，不要，我要换我的女武神，帅啦！转移，哎，不管他，我就转移就对了。好，转移成功，啊，我女武神嘞，背带，啊，我女武神嘞，看不见的女武神，直接进化她了，反正都看不见了，跟我的女朋友一样。欸，不对，我女朋友看得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说，跟在座的女朋友一样，都看得见。强化啊，强化消耗好贵，啊，武器梦幻赤焰之手，突破翅膀图鉴，双灵啊，献祭。啊，可以换吗？不行，合成不行，他不让我换。啊，等一下，附魔，哎，附魔的，哎嘿嘿嘿，哎，哎，附魔的，附魔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时装怎么样？去获取，哦，时装。不管怎么看了这个时装的瞬间，我脸部抽搐，有点恐怖。获取途径，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。活力水手，七天登录就送活力水手，捏捏都不会掉出来。那我没有看过捏捏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那差不多。爱之礼赞，啊，是有多赞？白色圆舞曲初恋，这大概是情人节活动的东西吧？这是什么？凉夏之风。看起来没有很凉啊，很下啦。干，拿两把枪要穿高跟鞋，跌倒的时候会朝自己下巴开一枪吧？那什么热恋，看起来差不多啊。哇，還有很多呢！哇，干，王宇女士，天哪、啊，王宇女士直接就不见了。大家好，这就是王宇女士，骨骼纤细，好不好？看我们的脚脚这么细，哎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原来不是脚脚啊。吓死我了！圣诞礼服啊，真爱
差异。然后差不多吧，黑色神秘，哦，就是一些你知道比较性感的服装嘛，兔女郎啊，然后学生礼服哦，粉红天使，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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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做仙啊，容易哦，好有了有了，吓我一跳，会做仙啊，想说他的那个服装那么前卫，可以当做仙，无双战神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还有什么正义宝夹、啊、使用，蛮正义的嘛。啊，这可以换东西耶。精灵少女米莉亚，好的，我是没有兴趣。噔噔噔噔，可以兑换。哦，这就是我那个送我的那一只玛格丽特。谢谢 Boner， 感谢。哇，突破之后，连自己的神灵都突破了。只剩下漂浮的剑影跟哎呦，看到人，啊，这角色还讨厌突破啊！我能不能看那个确认购买？哦，这是我自己有的啊，这不让人家预览了，预览一下啊，至少让人家可以意淫，这很重要。尤吉士发哭，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的比较好。好，我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领的。我先多领一点技能。战宠同样有。啊，我多少钱？我有35万，是不是？封印剑。好了，没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没钱了。我刚看到35万，觉得自己蛮屌的。原来只是屁。还有什么经验魂器，是不是？嗨嗨嗨嗨，哎，升级。啊，没什么感觉。啊，还有什么可以领？我又看到我的信箱里面有钱了。最喜欢去看信箱里面有什么。我现在叫棒打老虎鸡吃虫，哎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，国中生创的吧？红包奖励，好，谢谢红包。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启动宝石五级宝石共鸣。好，布梅林布莱恩领取你的红包9钻7钻，哈哈哈哈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宝石共鸣领了，大家都有钱领、欸。真好哎、欸！好的，宝石共鸣没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差不多了吧？心愿墙，哇，还可以在那边许愿。我看一下，每天写，你们真有看那么多吗？要送，请勾选您要送出的礼物，他的心愿礼物哦，就是你在就许愿池嘛。我希望观众可以送我一台 PS4， 你就贴上去。然后你观众就有可能送你一台 PS4 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嗯，谢谢 TW Scott 66。啊，那我要写，希望我的观众送我PS4。哎，そうですね。哇，跑掉了，变成期望与 order。Return。嗨，然后您的心愿礼物，请勾选您想要的礼物。我什么都要。给我钱就好了，发布心愿，好、哦，是不是？你看就有了，许愿池就上去了。谢谢大家，这样我的观众就有可能送我一台 PS4 了，有没有？不错嘛，蛮适合实况组的嘛，这游戏。那、啊、福利是什么？成长礼包，嗨嗨嗨，免费领取，有领取，登录一天24级，登录2天30级。我登录一天就已经42级了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哇，登录20天要练到65级啊，这么辛苦。啊，还有活动，限时活动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干嘛，不理他了。好，开始解任务吧。等一下，我记得他有那个，我记得他有一个什么活动要想要大家分享的，马上就来研究研究啊。Q
蒙圣灵，反正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嘛，在哪里啊？完蛋了，我已经不知道 Q 蒙圣灵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叫圣灵，可它变成不知道什么这边写双灵，可能翻译上面有出问题吧。这个就是 Q 蒙圣灵，你们很可爱。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，连这个你都可以晒貂蝉了，好不好？想看貂蝉吗？看这个绿的就知道了。还有什么？节庆限定，3月14号到3月27号，这个浪漫圆舞曲限定时装。人物时装，时装图炫简卷各时装结合展示啊！我已经点过了，哈哈哈哈，你不跟我讲，我也会去点。我最喜欢看那些有的没的。还有什么？地狱级副本，疯魔监狱需要大于两个人组队，组队人数不超过五人，等级需要31级以上，不限制进入次数，但每次只能获得两次奖励。哦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大家看，我先来解一下他的基本任务。第一章，善良的复仇。跟我们纯真的暗杀者有80%像，而且后面跟着我。你好，你有没有见过我昏迷之前穿戴的战甲和武器？你怎么看都不像是有穿战甲跟武器啊。这个艾莉诺脸也长得非常台湾人，可是胸部却特别大。你再抖两下弹出来吧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别人吧。是不是？你跟一个人讲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就可以得到1000块，真好。为什么？咦，之前救你的米莉亚回来，你去问他吧，有没有？又得到1000块了，哈哈，好赚啊！米莉亚出现了，哦，这个看起来就比较那个了，就比较虚拟。我也就卖掉了，哈哈，干，贱人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干嘛？这三小，大人，这些钱是这个月的自由税。不错，这样镇上的老人和孩子，这个月就可以不用去挖矿干活了。这个月就可以不用去挖矿干活了。答应，只要每个月上交定额的金币，镇上的老人和孩子可以不用干活。可以不用干活，但可不包括他。但可不包括他。请听我说，这个人并不是镇上的人。马上就会离开的。哎呦，这失足勇士不错啊，踢他一脚我们就看到内裤了，赚！谢失足勇士。来人，把这个人带走，让他为伟大的失足服务。可不，你们欺人太甚。干，尊重一点啊，我42等啊。放心吧，米莉亚，我会替你教训他们。原来我配音呢。妈，尊重一点，我42等啊。点击托管按钮，你的。好，自动战斗是吧？可是我的那个宠物已经跑去痛他们了。啊，不知道自动战斗。谢谢刚刚这个绕1917，感谢。虽然我现在正在激烈战斗，可是我还是看谁订阅我。我被打了是吧？啊，我要怎么打？他虽然说托管，可是他根本动都不想动。他偶尔撒一下而已，我就自己来比较好。这种补血弹吗？我全部射在自己人身上。是呢，还补血弹。我要怎么射击他啊？大哥啊，我一直放补血弹啊。原来补血炮是真的存在的，快接下我这一炮，然后朝他脸上开2枪啊，血就满了。好了，我打好失足勇士了，伙伴，点击米莉亚，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。看，这边就不配音了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惹多大的麻烦？嘿嘿嘿，请离开这里，不欢迎你。无所谓啦。你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这样就3000哦，干好爽哦，比实况组还好赚呢。看来我要去当异世界勇士了。
全世界都叫我赶快走哎、欸，真是鸡掰、欸！啊，走走走，哎、欸，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告诉我，走走走走走，然后再给你3000块这样。嘿嘿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小朋友，这个啊，啊，走走走，我们这里的人都讨厌你，然后再塞给你3000块。这是比实况组还好赚。你还是快离开，我实力可是很强的，你也看到了，我42级啊。我实况组补偿，好，他叫我去消灭野外野兽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OK， 证明一下了，谢谢莎莎利亚9527，感谢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！哦，直接把人家那个打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现在都就补血炮，你看我一直朝自己的人身上射哎、欸。我就补血炮到底要怎么玩？一级可学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个什么技能什么的？啊！哎，他们也42级呢，他们并不会因为我等级很高就变得比较弱。但我现在带着补血炮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没道理啊！我应该有战斗用的。啊！哦，难怪他自动战斗都不打，因为他也只能够放补血炮。大家不用紧张，靠我的补血炮了。平原战熊，还有一个那个沉默的标记也看起来超恐怖的，你们看到吗？平原战熊的血量下面刚出现了一个恐怖标记。原来我要 reload。还差27能量点可释放，好，我也是很想要释放，我每次打一枪都要等2秒。哎、我可以释放，哎，差一能量点啊，哎，好，完成。进行一次翅膀飞行，请使用翅膀飞行前往云顶之门的什么即可进行飞行。云顶之门或海洋之心，我不知道云顶之门或海洋之心在哪里，我要先研究一下我角色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放技能。治愈魔弹支援天赋，这个啦，射击天赋才是我的天赋吧？难怪他妈刚刚什么屁都没有哦。所以这游戏不管你玩什么，你都可以去旁边带个他妈死臭补。你看，你要让整个队伍都只仰赖你一个人，还是自己去前面射？学技能啊！学习，学习，学习！哎哎哎哎，没了！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了吧？这样子我应该就不会指那个了吧？补血了，那真的是补血炮。他们有马、欸，好好，我记得我也有啊。这么快就回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击败那些野兽啊？好，终于决定告诉我了，是不是？5年前，一群狮族突然来到福克镇，他们想与福克镇三小。他们镇上的所有人去开采矿石，制造武器。那明明就只是敲地板。但是老人和孩子承受不了这种强度的劳动，勇敢善良米莉亚找到了狮族族长。狮族族长允许老人和孩子可以不用参加劳动，但作为交换，米莉亚每个月为这些人上交换自由的金币。为了我们的自由，米莉亚不许去猎杀那些凶残的怪物换取金币。正是上一次出去猎杀怪物，米莉亚才救了你，把你带到了福克镇。他看起来并没有想救我。他好像在逼眼我，嗨，废物起来吧！啊，就真是太冲动。你打伤狮族人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我一定要救他才行。
阿特，我一定会去救他，不用紧张，我已经42级了，而且我现在有炮可以射了。他说这个游戏是那个可以飞行的游戏啊，我要怎么飞？相不相要飞飞？我要坐骑，让我坐。当前外形未换外形，换外形，也不用换，靠北。战宠，不是战宠，就我的那一只啊！进阶。其实我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做起耶。这个后续内容去下载地图资源，是否下载完整？下载完之后将获得钻石。好、哦，这个嘞，这个嘞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后续内容就要下载？太靠北了吧！一 K 载，哦，好，载好了，哦，有了，这样就可以做了，恭喜大家！明明说可以飞，但是我只是离地面差不多3公分吧。原来作战宠不需要，你知道下载，好快。作战宠不止他妈可以飞，还需要下载，再送你350钻石。这么二流啊，这么好。好好好，买炸弹埋进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都会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变成这个失主了。而且我后面还有一个很美的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妖精内裤还是蓝色的？好色哦，真好，赞！嗯，这是撸二二，LUER，感谢，哎，放这个炸弹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去另外一边买，啊买，啊完成，然后去讲。奇怪，这个宠物怎么比我的那个角色模组还漂亮？好，跳过。剧毒风暴，哪里有剧毒风暴？这个，哦，哇，变紫色的了，好屌。好的，出发。为什么要变成狮子啊？真的很丑，而且我后面的那个宠物还抖动哎。噔噔噔噔噔。魔弹射击，踢！哎呦喂、欸，我突然变成这个那个能力之后，打起来比较来劲了。干，之前都只能射补血炮，你欠补血吗？然后射在自己队友脸上。哦，他还会那个、欸，他攻击模式还会提升、欸，哎、啊，好酷哦、喔，蛮来劲了。哼，谢谢宫小鹿辉夜。哦，失足拷问者，砰砰砰砰砰！我完全丢给我的那个宠物去打。哎，哦，这是我的大绝，哦，大绝还蛮来劲啦，果然螺旋力无限强，好用。什么工会祈祷也开放，是否前往？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解任务先。好多人啊，这边在钓鱼是不是？实况组聊天室，米莉亚，是我，刚才救你的冒险者就是我啦。你先回福克镇，我去阻止他们。天啊，实况组聊天室好累个、啊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引爆炸弹，让他们没有办法追过来。竟敢伤害伟大之主，把他们抓回来！快来和我打！快来和我打，懦夫！还蛮好笑的，其实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哦，钻石有20000多哎，我可不可以抽点东西来玩？那是施主有没有为难你？啊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击败那些施主，救出被奴役的人们。哎，眼下也只能和施主对抗到底了。
但他们族人很多，而且实力都很强大。啊，反正呢，就是我们要为了拯救这个福克镇，当个救世主，守护你。哎呦，怎么突然之间起坐起了？哎，下载完成奖励350钻石，谢谢谢谢。这游戏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抽啊？圣灵赐福，这是什么？圣灵赐福，参与圣灵赐福即送守护圣灵，干，真的守护你耶！啊，我要怎么弄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祈福十次。啊，怎样？有守护你吗？守护圣灵碎片合成不够啊！哦，还要阶段升级哦哦哦哦！哇，这屁股坐这么骚啊，是不是？现在以前干小马，之前干船，现在妈干枪干动物，现在想要干圣灵了，我可以理解。欢迎各位聊天室肥宅，自由进行游戏。哎呦！哇，这绿绿的 Q 萌圣灵，一开始还想说这东西到底可以干嘛，顶多当个舒压球吧，没想到进化之后成人形啦、啊。哎呦，帅哦，看这个屁股，帅啦！哇，有图鉴呢。哎，哎呦，帅哦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圣灵赐福，我要怎么样才要守护圣灵？反正我这么多，抽抽看好了。进行祈福，集得1000块，还能获得最强的橙色超级圣灵哦，圣哦！谢谢大家，就碎片。哎呦，剩一下哦，干还是就碎片。我可以合成了没？干，我想要超级圣灵，不管，反正我有这么多钻石，我全部花在这上面了。啊，三小，啊，这是不是类似一个轮盘啊？那左上角就可以直接获得守护圣灵成衣，抽不到，跟夹娃娃的心情差不多。哇，我本来20000多，现在只要8830了，干！啊，有没有别的时装轮盘？那么来玩个轮盘好了。时装精华跟碎片，想要时装还要自己凑，天哪！这二六很懂，神器，哦，哦哦，光明之书，这怎么念啊？水水水杀之刺，我家附近有一间叫水水水冰果店，可是我都不会念，我都叫它水水水水水水冰果店。有没有哪个大师帮忙分享一下这个字怎么念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嗯，啊，秒哦，哇，秒杀快感。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玩的，去获取，去结婚吧。时装转盘，获得碎片。哦哦，很少啊。我想要抽那个圣灵。反正我原本角色已经算好看的了，圣灵。圣灵，哎呀，圣灵！好，谢谢大家。抽不到圣灵，碎片也不足，差他妈好几百个，爆了！我只能用 Q 萌圣灵了。只能看图鉴直直痒，这到底是三小？好，爆了，解任务吧，没得没搞头了，我只剩下830的钻石。米莉亚，我们可以使用炸弹。之前救你时，摩拉丁给了我一些炸弹，我们可以向他们再借一些。哎，大叔已经没有炸弹，但他已经把制造炸弹的方法交给了我，这并不难。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好。那你就去当工具人，妈在我们这游戏里面消耗你这辈子所有时间吧，哈哈哈哈！所以我们就只能去找东西打了。嗯，我
觉得他打架做得不错、啊，至少是流畅。我用 iPhone 玩起来是流畅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玩起来会不会 lag。那自动战斗好了，好懒了、啊。来加油加油！好，不得不说，他自动战斗真的是蛮烂的，很少看到有自动战斗玩的比玩家还烂的。每日必做积分啊！我又来到实况组聊天室了，很累个。接下来就要河边钓一点鱼。哎呦，哎，钓取三条雷鱼！来来来来来，哎。这台怎么这么多人？南校又没梗，还这么多人看。南校又没梗，还这么多人看。怎么破千了？聊天室，聊天室刷这么慢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完成。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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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要去获取制造炸弹的金属材料。材料，还要回去找米莉啊！这有够浪费时间，天哪！谢谢 Gary Lee， 感谢感谢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啊、哦，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在钓鱼，抱歉，不小心就蹦出来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？好，又来了，欠人家射。嘿嘿嘿。那、啊、最后会有光炮、欸、很屌哎、欸！好了，狮族人监工小队长，哇，我是监工小队长。我监工小队长会打到不生活不能自理。Air combo。哎、欸，过了，好快！哎、欸、哎、解救虚弱的矿工，哇！那虚弱矿工刚跪在地上哭，现在突然我自由啦！我他妈直接冲开、欸，太屌了！冒险者替我杀了他们，跑掉了。要不是我膝盖中了一箭，哼！啊，跑光了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好的，在武器附近埋设炸弹，是不是？正所谓宠物就是这样子，主人在上面骑机车，后面牵着狗在后面跑。就算你只骑时速5公里好了，人家还是会说你虐狗，真的很辛苦。哎、欸，麻烦你引爆那些炸弹吧，砰！没什么实感。被抓走矿工长这样，被抓走合情合理。狮族族长出来了，哎，族长，族长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把你家所有东西都打烂了，原谅我好不？族长，族长，对不起嘛。哎，谢谢 CH122125。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你怎样了、啊，组长？哎，有了，狮族组长，我出，过来，我打懦夫。有，狮族组长气哦。
快来和我打，懦夫！好，开打！还可以转耶，好酷啊！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不放过我，不如就现在打一打。耶 ，K E F 70166，比较怀疑是为什么每次都我不会放过你，然后就跑。我还看到自己的同工会的人欸，棒打老虎鸡吃虫是一个这么多工会的人加入了那个工会吗？哎哎，哇！我原则很简单啦，这游戏看得到内内我就玩。冒险者，谢谢你救了福克镇所有人。可是我名叫色、欸。这是我以前得到的一件武器，感觉它的能量波动非常强烈，所以保留到现在。现在送给你吧。这是七神器之一的雷霆之剑，不行，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冒险者，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福克镇所有人快乐自由的生活，你就收下这件神器吧。好，我就抽下，是不是？对我来讲最快乐的就是把钱送给实况主了啊，那我就心存感激的收下，是一样的心情。这叫什么？裂空音效哦，这么笑笑。好，我裂空音效了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强化。好，没了，没得强化了，不错不错。宝石共鸣，一箭相牵，快捷合成，快捷合，抢夺啊，爱抢夺啊，爱宝石共鸣。好，其实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，暗爽的。其实进阶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升到下一个状态啊？献祭，这是什么啊？需要贤者之石了，是不是？大哥啊，你怎么都不进化？你要进化到第六阶段了，是不是？当前，嗨嗨嗨嗨嗨。哦，那要进阶到第六阶段才会变这样，再进阶上去才可以意淫。好的，我也该离开了，再会啦。哎、欸，刚刚是不是有人订阅？谢谢接接，感谢感谢。哦，接接是尬接接，哈哈哈哈！平常不订，现在才来订。好的，我要走了，保重。我们结婚吧。哎呦，突然冒出了福利，我都可以让我的飞龙带你去，带个带个。最喜欢看暮光世界。好的，我们离开新手村了，我来到他妈超级大城。哎呦，我的宠物竟然带着一坨人过来迎接我！哎呦，宠物这么厉害！有刺客，保护公主！剧情到底在讲？看你爸不把你打到墙上，好不好？谢谢打到墙上，我打刺客啊！等一下，摩洛斯！哇，摩洛斯晕到死哎、欸！摩洛斯救我啊！快沉默他，不然他又要晕我了。哦，他被我打飞，好爽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自量力。我这家伙名字也叫高婉哎、欸，目标达成啊！好多人啊，好累个哦！天啊，这比实况组聊天室还夸张哎！这应该是那个吧，电竞的聊天室吧 ？LOL 打比赛的时候通常长这样，好吧，怎么办？去找高文，你也叫高文，我认识一个高文，哦 ，X 卡里巴加拉提耶，不知道这高文会什么。
我是旗长高文，谢谢你，多亏你的帮忙，才没有让刺客的阴谋得逞。原来你是旗长阁下，冒险者，能不能再麻烦你帮我个忙？不行。好，没有办法拒绝哦。我的商品很全。啊，全啊全啊！您商品这么全，有没有比未全还全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不买了。现在要干嘛？去找杜克公爵。这个叫杜克公爵，我都跳过，我不是很有兴趣理解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剧情故事。可恶，摩洛斯在之前说好了万无一失，为什么会失败？这个鬼提供的情报不准确，之前说好明明只有高文，没有人其他保护公主，而当时就出现意料之外的强大冒险者。冒险者，哼，我认为他，你一定要除掉公主，断绝王室血脉。你放心，答应的事我一定做到，到时候别忘了答应我的神器。你要你要除掉公主，你这样能得到属于你的报酬，但如果失败，哼哼，哎呦，卖个萌是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亚尔维特。你想不想去弄一些高级的治疗药剂？我们准备下一次行动。啊，是是大人，那就跑了。啊，现在在野外寻找可疑人物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每个人都很可疑啊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带过来比较好？嗯，哎呦，原来是战斗场地啊。啊，场地直接走进去就变副本，他这游戏好像没有野外的样子。哎，不对啊，刚刚不是一群人在聊天室钓鱼吗？那个应该就是野外啊。勇士，快来救我！好的，你是那个嘛？你不是刚刚那个什么雅尔维特吗？加油加油！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不错啊，这种画面我最爱看了。这穿着暴露的美女在群野兽正中央啊，这剧情我看多了。哎哎，用力！哎哎哎，好、啊！行不行啊？哎哎哎，干！他妈偷打我！你看我有螺旋力，跟他大绝很酷哎！平原巨兽，哇，我可以用枪把人家射飞，太屌了！我要回避比较好吧，刚刚这一招。去找雅尔维特。他下面写屏东县、桃园县、台中市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！这游戏直接定位玩家位置哦。啊，可爱漂亮的姑娘，等一下我也要玩那个聊这个，还有人聊天哎，我看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贵族市米雷尔，台北市。啊，如果我讲话嘞，会写新装吗？存取麦克风。啊！我讲了什么啊？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哎。大家，大家好。哦呦！大家好。哇！我最爱这种东西了。可是我现在在实况，他那个声音都会跳掉。看有没有人要跟我聊天，有没有人要当我的朋友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发一个大家好之后，就没人要屌我了。屌有副本深渊六十级，六十到一百，指点分配三等二。好，看来这边要屌我。我来看一下，他不是说还有个什么活动可以干嘛？地狱级副本，疯魔监狱，
我看一下怎么打地狱级副本。完成已开启，是我前往，免费领取耶。哎呀，是哟。恶魔来袭，守卫王城，不知道，我要先领取。哦，我领取一下是怎样？啊？为什么他们的脚要那样走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你们看到后面他们的脚在抖动啊？这现在是他妈怎样？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她贫困、患疾或是残疾，甚至只是死亡。畜生，我愿意。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她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甚至死亡，你愿意吗？安春安醉梦，我愿意。畜生好像不是很想理他哎。哎呦，好啊，结婚大成功啊！三小可以选择不同奖励哦。什么不同奖励？哪里可以选不同奖励？哦，这样可以选啊。这是什么？天使之心、命运启示、力量全员，我不知道这差在哪里耶。天使之心看起来比较屌啊。好，我已经拿了好多了。啊，活动到底在哪里啊？高级选长困难副本、无尽之塔、疯魔监狱，就是这个。我来打一下疯魔监狱。疯魔监狱，寻找队伍，申请入队。哇，他战力277,000啊！自动匹配好了，我有39,000而已，我好弱。啊，现在怎样？微风宝宝跟微风之心啊，要那个啊，这是五个人吧？队长分配哦，所以打到宝是队长来决定要给谁，是不是？亲友团分配法啊，你又不出发，不然我自己开一个好了，这个吧，疯魔监狱，请等待队长选择。我不要啊，我要自己开啊。队伍取消跟随，离开队伍，有了有了，来，我自己开一个比较快。撞见成功，这是什么？是否开始自动匹配？啊，开始。准备就绪人数119,000，哎，没有屌我。难度根据队伍战力变化。没人要屌我欸，这游戏是不是没什么在玩了？那我自己出发嘛，干，一定要两个人啊，救我！救我！快来人啊，这至少两个人才能玩啊。陆叔叔救我！干，不对，我就是陆叔叔。为什么突然蹦出个12345？喂，蒙豆海雅哭。哎，他刚刚是不是讲话？是蒙豆海雅哭讲话吗？能不能跟他对话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跟蒙豆海雅哭？对话，不管出发了，气死 ！Go go go go， 我来我来，我打，我他妈狠狠的打，我要死啦！干！哎呀，哭啊！这点53级啊，好硬啊！复活。
啊哈呀哭啊！哦，不行啊，海雅哭！我发现你不是很燥啊，我需要一个燥哥。啊干，不行啊，死去啦！赶快领人家红包啊！领不了了，谢谢海雅哭啊，我死光了。啊，是不是只能够取消这个游戏啊？哎，我变成尸体状态了。再会喽，再会喽。再会喽！啊，现在是怎么玩？怎么办？顶不住啦！我要怎么离开这个队伍？我已经被轰至成渣。哇，这边还有更多哎！那边那一坨是怪，这边还有精英，我看是没指望了。帝国精灵刺客，哎呦，精灵刺客不错啊，不愧是我们精灵。身形勇健，复活，我还可以复活他哎，而且他才53等哎，就是因为他53等，所以这边怪才53等，对不对？马德哈亚哭，你算计我，啊怎么办？哈亚哭，我现在只能在这边等死，是不是？复活次数。回复至满值外，技能冷却时间也会回复。啊，我没有想复活啊，我不想玩了，不行。哎呀，哭！你算计我。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场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在我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场地的时候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怎么办？萌豆海雅哭都自己跳掉了啊！我玩个屁！不然我就复活最后一次看看好了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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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别啊！别打啦！哎呦，看我一个距离攻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这个距离攻击屌波！干，复活次数用光了，我也知道用光了啊，怎么办呢？你要跟我讲啊！离开队伍，好，我已经解散了，再会了，海雅哭，马德怒，马德逼，工会战第三周是否前往？不好意思，我很弱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前往。卢某乃一介废物啊！哦，神宠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我找一个比较没有这么累格的地方。这里，哇，山峰明媚，上面看起来会有什么人力保护机构的，有没有？右上角那边，那个紫禁之巅。好的，在这个悲伤的过程之中，我们被蒙豆海雅哭雷了一下。其实我还蛮怀疑，如果我们都42等进去，是不是就打得赢了？应该53等打不赢。嗯，好，那就到这边，暮光世界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做得不错，那 FPS 够高，不像之前玩过的几款超累格马德。那就休息啦，最后让大家看个捏捏好了。睡睡睡睡睡睡睡，坐地能吸土。好，我还有630钻石，我来看看能不能够补完那个好了，补偿我的人生，献祭水晶，我要守护圣灵，有守护圣灵啦，我是贤者之使啦，守护你，干，差一点点就守护你了，原来这个守护圣灵只是摆好看的，一辈子碰不到，对不对？我难过，等一下，全服已有2846人领取，已经有2846人进行了手除。哇，红色武器，
储值30元就送红色武器，获得价值888超级大礼。啊，那储值任意金额就送坐骑冰龙688超级大礼。啊，五级宝石到底在哪里、欸？不错不错，送超级大礼，想要超级大礼吗？你自己想办法，不要问我。好，先休息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